无数场演出和扎实的业务功底，练就了老江湖们的处变不惊。与泫雅同日在延世大学演出的 IU 也遭遇了舞台事故，歌曲伴奏间歇性抽风， IU 和伴舞团非常默契的以鬼畜的方式化解了难题。和延世大学校庆公演非常有缘，2014、2017、2019均受邀参演，而演出当天刚好是 IU 的26岁生日，延世大特地准备了 IU 3年公演回顾短片突袭播放。短片播毕，全场为 IU 庆生。在拼 sense 这件事上 ，SKY 3所大学从不愿落人后，学生代表捧上生日蛋糕 ，IU 惊喜地抱在怀中，开心地向全场致谢，却不慎将蛋糕摔落且正面着地，不知所措的 IU 只好大笑掩饰尴尬，随后还不甘心地用手挖出一块蛋糕品尝，意外三连，相信给 IU 的26岁生日和延世大2019校庆公演都留下了非常特别的回忆。아이유 씨의 생일이 바로 어제였다고 하는데요.